王大陆在狼殿下中把李庆的嘴巴亲到变形，引发热议。晚间他发文，国王大意你们不懂，但我懂，并配上没事儿别怕的表情包，疑似回应此事。而李庆在之前的采访中曾说，和王大陆演吻戏像是在拔火罐。你快放开我，你住手，你要干什么，你住手，放开我，你住手，你放开我。你擦肩而过，明明相爱却放弃追求。